生。它这里面有那个塔，还有那个电阻。前面的排阻，你看看，一排阻的散热器。哦。那假如是用那个电晶体，用那个。刚不是有串避铃嘛，所以它有一些是用电阻，把你的电流吃掉。所以你切到那边如果还是停不下来，你就用手动刃机刹停。不然基本上它就是先经过电阻，然后你就 slow down， 然后再把电源切断。可是这个马达。